是讲客家人有命痛，基本挨来到了地方，迄竹洞，挨来竹洞啊，唔系啊，一拜两拜啊，基本较特别，基本有命的人哦，人人约到了竹洞啊，复查条了位啊。哦，来来，哎呦，哦，肥啊，哇，四凯哥，四凯哥，小钟你好，当有意思哦。今日的主角就是旅游专家文思凯，当有蔡琴的记，是作家，是美食家，也是广播节目主持人。全世界五台族行跳跳的文思凯，其实千格二的素材就是吃食台的鲍鱼饺、竹筒。今日俺就听听专家对另外一只国土来认识竹筒。Let's go！ 你谈过这项目？对我来讲，哈，竹筒很好的地方是，我。行到呢度山，我是感觉讲传统木卡咧，传统木卡咧，佮将饮水当点钱。老外约到了地方，哎，看到了茶就是东路的呢。哎，因为你只茶站吼，是因阿台湾人搬出来的几家企业第一条的火茶店。哇，很香哦。因为介时候日本人的日本时代是，今嘛发觉到哎，竹洞因阿地位山度呢，因阿东都佮买树林呐，所以阴床都改完呢。哦。再过后，哎，因阿又佮用石灰呀，对呀，好，因阿做佮买嘞石油，全部发。要签到啊！你说哦，都改变恁改捞里底的物资哦，再送出去啦，佮传台签的呀。哦，所以伊拉是想讲，都里边恁来做一只，佮买车站哈，从里边恁方便送出去。唔讲，准批的时间啊，惨嘞，明白？日本投降嘞，哦，投降以后降服嘞，佮降服以后，佮所有嘅计划是天下来，天下来以后啊，后来十个法国度，哎，应该三十六年是三十八年是时候个，哎，总的哦，里条线应该做起来就错啊，啊，因为话，哎，他所有里条资料全部在送出去，所以你也该是台湾人一家第一条企业火车线。端正系旅游专家，老竹洞茶条嘅历史背景。解释到清清楚楚，文思凯讲，今日就对富茶条出发，带观众来一转青菜厅，亲游成都的旅游，来去王室重游。你应该要了解个菜厅的文化，对吧？譬如这地方该是出来，哪位呢？是西昌，最好搞的是在地板内呐。观光市场第一摆看到哦，吼哦，很闹热闹。要吹就慢慢，等等先。哎，有便宜吗？现在竹洞的市场是全台湾的四大传统市场之一。里头专门的小农，去家种的、人家种的，在里面咧卖。所以现在竹洞人口很幸福啊，因为怎呢？现在卖是一天的卖，最新鲜的，最新鲜的，一天的没问题啊。看到吗？竹洞传统市场，蔡天人讲是中央市场，经过六十年的发展，皮蛋当到竹洞人向下成长。一下市场竟然亲友干贡献之类，俺翕节目嘅时节，就发现东东日本人客咩往多东欢喜呢？像俺那里竹东嘅布种然后，主要系金咩饲料嘅啦，所以佮世界嘛，俺那传统嘅。哎，就把啲肉加肉嘅啦。哦，弄加肉啊，它的肉质咬起来比较 Q， 对，比较有嚼劲。哦。哎，那竹洞还有一家洞就名，三角哥，三角哥水晶饺，水晶饺呀，嘿，是哎，那客家洞就名水晶饺，找个好食，因为佮用的是你的福州牛来包。竹洞是从帝都其中的新竹各乡镇的特色物产，上食住宿的全部都有，甚至是隔壁天气像桃园观音一天推出的莲子、莲筋也特别咪买一多。传统市场就是特别有人情味，随唔吃食，满意真买，真见很高热闹。另外还有亲友客家联欢的各种版呢，咪是有亚达贝将食得到传统好面食。小钟啊，你是做唔得特色，食得到呢？还是可以特别推荐嘅竹洞美食，多位啊？也同意先哎，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子。哦，我讲三角哥，是都了不起啊！是的，李伟呢，看到吗？哦，你看呀，李伟呢？哦，很香哦，五颜六色哎哈，甜爆哎，然后煮了之后就会变透明，所以它建议用个水晶饺，哈，不同颜色给它口味是无恐龙的啊，哎，每去恐龙，不过佮偏好佮烂的东西无恐龙。哦，我讲有做的啊，你有批到了米头冇？哎呀，很香哦，一味也好。
客家人的幼虫啊，吼，伊只个草诶，伊个病个冬虫药，送个办来拿小马落到地方，叫动作动时啊，叫妈妈还要特别来出动啊，吼，买转去煮来食。竹冻诶，冻是水好啊。竹冻嘅最佳推荐人又出现了，送来小马又极爱竹冻哦，请看 VCR。真的，我妈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什么东西都是竹冻来包，真的啦。连椅子，马哥，猪腿最高，最高。哦，冻僵了。你看看，蛇窝生意哦，冻蛇窝，有没有爆浆？哎呦，你拿那好吧，都拿很难拿。来试一下，这个铁刚勇说这个是紫山药哎。冻少了。你看你们，你不用是煮猪肉的啊？对呀。哦，有啊。干香。猪肉真的是冻的哦。对呀。哦。还有淡淡的那个山药、紫山药的那个味道，哦，还有那柳虫，跟柳虫那以后过万头哦，像哎你这里是捞口水耶，毛片鱼，对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叫哎你去吧，小芳芳，谁哦？谁你哦？有没有爆浆？就这点就是脆。冻蛇嘛，你唔煲啊吼，唔啱碰，咩啊？咩东西？咩东西啊？内都竹冻啊，一定要买啊！一定的，咩东西？看，咩阿全部啊吼，都已经帮你配好了。好，这个哈，不管你是拌面呐，或者是做什么肉燥什么嘛个东西啊吼，有料有虫啊吼，加一点下去。还有讲，他干腌毛里的东西做唔得，而且哈，就是因为那你转都冇会聊出来。重点，跟是会想念家乡味。不会用料东西。你是转到我看哈，烫完面哈，变滴滴老人家啊，转来的各种的感受。文斯可以真经讲出所有行人的心声诶，头摆记得国外特殊嘅客，还是偷偷带一个油葱出国来见心照。哎，看到一条东这边的东西诶，对啊，吊道秤是什么？公道秤的，哦，这样简单的啦，啊，吃到腰道秤，哦，公道秤哦，对啊，哦，你要称的黑啊。因他做冻饮为里边那些传统四大市场之一，所以因他这个冻虫药，所以设立了一个公道秤的里呢，假如你讲你卖的东西，你得走第一有没有煮两头啊？那都是情况，都会懂错。有吧，尤其是买那个活虾，对啊，哦，那有时候那水都加在里面，操，个砖啊，一放个多分，哎，奇怪，然后又变少嘞。哎，你来看一下，看那蒸鱼有准，好啊，好啊。那边，那边有卖的爱玉，还有鲜草哎，哦。哎，每一年先从要几重？几多重？一斤的啊？二十五条的啊？那在市场啊？加还称一下好不好？1.02加上那个制作的，系啊，嘿，0.02，所以它一斤就是一斤，所以紧跟哦，嘿，空到秤，没腰到秤，没腰到秤哦，这一瓶要把它赶快弄回去。哎，真紧嘞！夜市嘅真紧冻住到呢，大家买得过后都冻好了呀，大妹陈坤啊。不过啲竹筒也得味，所有嘅头家做生意就懂食材，唔惊春头唔辣，就按呢见行见恶见买见食，你要专家推荐嘅路线，真见都冇穷用呢。接下来结尾再各位小组小建议，再猜睇传向40年嘅客家传统景点。还最终一路思想诶，了解，而且心唔听到改变呢，又可以了解这当地的文化文化，广东文化，来，哦，哇，好厉害，用铁板在那边炒密集木。哎，第一摆看到，最重要就按开铁板都要去炒，边炒该上面是边出来，羊皮煮出来的，嘿，很香哦，很香是啦，竹冻啊，嘿，最出名的米糍嘛，米糍嘛，用炒的，因为吼，基本呢加皮豆炒啊，吼，伊个炒来叫做散皮啦，嘿，该竹冻的你明显摸出啊，吼，伊好扎薄，所以伊炒起来先炒啊，你看到啊 ，QQ 啊，其实唔系散皮啦，而且因那里边的冻都很浓加，一个造型的哦，哎，是薄的。长有力气呀，所以用炒的最好啊。哦，很香哦。老板哦。嗯。好浓哦。哎，老板。嗯。喂，老板，你买东西？要买东西。辣椒啊。这是自己制作的人辣椒哎。哎，辣椒。要搞啊！你用米都用普通的呀。哎，辣椒是他做的辣椒呀。哎。用普通的。
阿刚，你懂不懂就怎么几条粥哎？那会懂辣吗？清辣，清辣的辣辣哦。哦，很浓哦，那辣椒哦。你那完全没恐龙的手啊？你看下，哎呦，又油又香的炒米起沫，是竹东人制作清传统的米食。十一万公啊，就做得薄薄薄来做头路，热天天时热，给温杂食法。雪饼米起沫，口感很卡 Q。韩国连麦文西点钟的舞台，哇，真见是凉的最多，甜的心肝肚啊！文师开讲，后爸夹爸开的铁工厂，还有阿公开的理发，就伫竹东市场顺，市场顺头出去加油乐厂。当说落个机，一下去推荐哪一集竹东景点了？一般因叫起来讲，吉祥一个黑甘烟的嘛吼，啊黑甘烟先 Q 厂而来做嘛，可是阿金姐本身唔系黑甘烟哦，佮黑甲先 Q， 黑甲先 Q 来加到竹东，对李文念来，因搭黑甲最传统的梅托吉祥发扬光大，那无简单嘞人，一天来少个，我来看一下哦，吐司上面黑吉祥很特别的，有听冇？特别，是那米咯，冬姜哦。你喺粵，那是到日本祝福，大多大移民嘅，该演讲吼讲五分钟就好呀，我经常讲掉手，你大个会接口之前都不该讲话。黑甘烟的嘛吼，啊黑甘烟先 Q 厂而来做嘛，可是阿金姐本身唔系黑甘烟哦，佮黑甲先 Q， 黑甲先 Q 来加到竹东，对李文念来，因搭黑甲最传统的梅托吉祥发扬光大，那无简单嘞人，一天来少个，我来看一下，好，好，好，哇呀，阿金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金姐你好，你好，阿金姐。小时候看到现在了，谢谢隔壁啦，对啊对啊，牛鞭毛，牛毛鞭呢，好恐龙，中午就唔会落呀，哈哈哈哈哈，刚你看你哦，比较帅时间，帅哥啊，哎呦，小时候是很帅的小帅哥，亮啊，老帅哥，大帅哥，大帅哥，越来越硬道，你嘿说客家词，好冇，你嘿好老好老烟哦，你还会讲客家话。做客家传统后生的秘书，哎呀，冇简单嘞！你有冇有机会接触了东西哦？老伯伯，三万好，三万好，对对对，家门客家，客家老伯伯，哎，好，我喜欢这个食材。镜头限定的戏，唔就唔好为难阿金子的啦。阿金子的吉祥是传统改良的，用选吉的金座，还有金吉，用黄金比例来调配。同时还动用心包装，打出了品牌的名声，本竹东吉祥变作为国际美食。他是来机会买吉祥，来一定买爱买吉祥，看懂冇？你啊，这个不会输国外的那种果酱的那种名品精品，送烟吉好啊！哎，我看了起鸡皮疙瘩，我觉得真的很紧张，紧张，真的，我看了鸡皮疙瘩，看到冇？盖妈皮蓬蓬皮啊！真紧嘞！哇，我没有按样去习惯嘞。好精致哦！所以加出来土鸡胖头啊，真的打过来，来试看看冇？真的是。哦，很香哦，阿米多。哎，真嘞。哦。哎，你真的很棒，而且稍微改良了一点，它味道不会这么咸。那个橘子干小咪啊，喊它出来，那就要用黄金比例。哦，难怪啦，好浓哦，你看这浓成这个样子。哦，真明后生，开机啊，该你大家讲到黄金比例啊，嘿，这个老太搞懂呀。哎，没问题，对你的商业机密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今年啊，改，很开红哦。哦，我希望大家做的客家吉祥都是很好吃。哦。讲隐私，唔讲隐私，开房炒唔讲隐私啦。蒜鸡嘛，一定要用安尼客家的蒜鸡，尤其用安尼新竹人的蒜鸡，十斤的鸡啦，哈，那么半斤的姜，半斤的姜，哎，那么半斤的汤，半斤的汤，哎，长度就很公斤，半斤到一斤都做得，哎，辣椒是他们上量时候，还有辣椒，滴滴辣椒，哎，提味就好，哎，够上头啊，广东朋友。
落了去买水饺。是卡做啊，有安辛苦的嘛？而且啊，胎记做又后生，哎呀，不管是买做一本小马给妈妈，给妈妈打败，小马打败了就懂啊，吼，给妈妈就懂伊嘛，打败了就懂，一定会买几种。一天啊，该几种伊叫啥？阿欧小猪，买太无哦。哎呀，你做伊咩工艺？是有面子的。不过胎记，你们还有祝福，什么？特别有名，叫啥做？客家吉酱的料理哦，创意料理，就当料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哇，看到无？台子做的是唔系看起来是当冻肉啊，看起来冻咸样，全部做喺冻健康。西台冇看到。因为咧养生啦，咧他冻中是养生了的事情。一开始啊吼，还是看到咧冻特别的东西啊，哦。这是双吉沙拉，哎，吉康啊，吉康来，佩迪啊，你买哦，这个是紫苏梅，我加紫苏梅，总加的嘛，嘛总加下来，对呀，用几只咯，因为你蒜的梅头，伊哩酱嘛系蒜的梅头，煮煮吼，你冇食过吼，系啊，我嘛煮都食过，试试看，要不要搅拌一下，吉酱的，炒炒炒。咱就讲吼，全世界酱的东西啊吼，客家吉酱最好，真嘅，最好吼，嗯。好吃，整个橘的香味跟那个青椒、红椒、黄椒搭配在一起，黄椒那个咬起来，哦，好吃，跟水分跟那个橘酱整个融在一起，它的清爽、清爽、健康。啊，金子公啊，加料理要求空间用心，从亚伯竹笋剥脆土，食材是建议现改的绿竹笋，老剥脆向下剥土，用剥脆本身的甘甜来推理下，当此甜爽口。还有一出怪事卖熟食，酸酸甜甜，麦当合上一天来食咯。这个是黄金玉米酱，对对对，汕头飘的哈。哇，哇，你看那土鸡啊，吼，东罗地方有土鸡，不过那吉祥是两位菜，特别的吉祥。你真的是真的，特别照对的啊，跟用完全无共了。蛋好吃了，哎呀哎呀，哎呦，啊哦，这么浮夸，这个有运动的玉米哈，啊，冇便宜啊，系啊，好吃诶，真诶啊，真好吃，系啊，玉米饭，你看遐皮，你有冇皮？系啊，真诶，对啊，因为遐鸡全部食个玉米，炒，哎呦，阿曼弟哦，主持按多年呢，真的，我也是旅行达人，拍摄拍摄啊，哦，沙拉我最期待的，那康熙了是比较平常的，是吐司啊，那你要准备那东西吗？哎，你是因为应该又走出的香吉之春，哦，双吉，对，要怎么来吃？而且添沙是每诶吉酱哈，是诶一种时候，那而且两种味道你就混在一起，哎，两种，哦，太假，看到啊吼，吐司上面黑吉酱，很特别吧？没看过吧？一般来讲上面都是。草莓酱，反正蓝莓啦，哎，不然就是花生酱、凤梨酱、奶油啦。第一百块都集中在吐司上面，对，那米都唔比那牛排浓，还是那么。好吃呢，好吃。那吐司，哎，你说说看，好吃吗？有特别，真有特别，所以那米哦，浓浆哦。你还土鸡，瞬间土司变土鸡啊！哦，有冇？你会觉得感觉哦？浓浆。一种吉祥果熟饭嘅创意食法，是喺当许多后生人嘅欢迎哦。啊，甚至清香嘅创意，还有一出甜点菜梅拍木耳糖，大家讲系客家腌豆，甜艳狂贴又养颜哦。伊咧客家新桥，味道会包装总结了个人的事业，开始做吉祥的事业，本客家好手艺变做品牌，啊，甚至为祖父转做生意，写下的一页传奇。来到竹东强送旅行，用做点某些文物摆放咯，听讲木渎啊，空点文史块的台币咩咯？来哇！请进，阿布卡好舒服哦！啊哇，修容易修，最终诶冷气很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冬夜哦，好舒，哎呦，哎呦，看那相片嘛，老马总统讲啊，哦，阿拉等下好好来讲一下，哦，爸爸妈妈呀，哦，爸爸妈妈好，哦，小钟，问阿爸还有问阿妹，第一步比来耶，今天带点银行转来。
皆是左手从后叉切好果子的，人去开到强强强对娘家人，还是可以挑重演电脑杯慢奶也走。大鹏金币是节目的机会，老爷爱当欢喜，强下大嘴鼓。而且你俺妈妈，千百岁。采茶姑娘，采茶嘞，采茶还洗碗哦，牛掰哦，爸爸，你有蛮对到按江的姑娘嘞，牛掰，试茶，哦，试茶呀，试茶，你是看到陆凤游给他洗碗是吧？哎呀，对呀，春天他干嘛？因为咋，我爸爸去做跳路，哎，加可以贴工厂，贴工厂，所以去看嘞，该买嘞市面好多的啦，而且又点点嘛，老皮衫我买过，有点反骨的精神，然后又无穷咯。不过我开始看到我妈妈吼，哎，我个时差特别不了吼，佮看到一些啊哦，佮读书好干这样的啥子，家务，哎，家务个离家离家啥子马杀不开，哎，然后长很年少个。真见哦，对几对几久的时间是对到的。等很家求介绍我啊，嘿，师傅舅舅。啊，真见哦，你也求哦，哦，太真见哦。前头暗号的朋友，人家讲朋友最重要会持家，又经过案例会按强的来啦。谢谢。又去金钟奖的评审，谢谢。哦，又下案头书啊，又主持广播的节目啊，真见。文武总共有三兄弟，除了文思科以外。泰国还有露台，每度的设计的条路好，有当好的表现。文斯可以讲啊，今年做的优雅细细的成绩，全部都会感谢业外的教育。在松下唔忘本，此时就安内等等等。爸爸是香香粉粉，信粉是太原糖嘿啊。陕西的太原汤。那冬天别嘞，那全部冲啊吼。毛不像像，一本书爱特别来少个，然后来干嘛太解配啊？其实要太过细只啦，所以当多东西是冇十个穿下来咧。不过爱把佮花喺六年的时间哈，其实专门去研究人家出布啊，哈，完全用毛笔写的。哇，哎，那六年的时间呢？宗族荣昌哈，习文言武，意事名扬哈，爱。把其他爱他文章的全部写出来，韩国写到哪一年？写到千百到六千百，因他没想问，因他想戏鸡鸡啊，一个女在的城啊，嘿嘿嘿，鸡啊，哦，方体的弟弟啊，哈，所以你总得到方体强想，所以是要去排到三亿呢，哈，做干嘛的？放假啦，哈，所以本地的江边，哈。想问开都该开始，那是变想问哦。一本书对我来讲，一般吼，我千百对你的，我蛮感动的呀。年时啊呀，我开始用我移民街，我移民街十二年，我有半年唔是转到台湾来吼，我铁道转来时啊吼，发觉到自家爱了解自家的文化，当重要。我知道一本书吼。祝福大哥，大移民街，哎呀，精神无法讲，哎，真劲吼。就是现在日本族谱，本文是可以变作同学亲崇拜的对象。有一摆公演报告，文是可以触到文化的主题。告诉讲啊，总得讲大家出讲各位公演，睡觉也得内容来修改东方文化。文是可以就老族谱带上共同，文所有的同学就更成熟。还讲你调查好看人家发音啦吼，你讲都是 pure 是单纯的，专门就种腼腆啦。错，还讲唔系，介伊唔定个啦客家文化。还是开始讲，人家讲粤语，就台湾呢，人家已经讲粤语，人家客家已经讲客家话，人家这原住民讲嘅身体话，错，还就人家学老音，但正音讲会全部空咯。客家音吼最重要，因为怎呢？因大概天白两千年前，干嘛汉唐文化开始后，中年音传下来。他都要讲真的呀，假的，我知道变哪个了。是开始讲诶，云南该演讲吼，讲五分钟是好呀。你经常讲这样子，你怎个讲？会结果是听众不爱讲哈。伊那是英文啊，英文啊，那是硬讲，好的。还要看到底诶，像我当个故事在讲，很容易啊，听到上课是啊。该每个人看到我一些事，当然是看，嘿 ，Master Danny， 哎，你讲呢？
伊只发音当厉害。嗯。伊伫伊2000年前伊祖先的历史都讲了。哎呦。可是伊啊，应该是冇买过讲阿讲话咧。我介下时节，是不是？介种个感觉是啷个讲？总得爱到去合作个，还是到面个打电话转到啷个妈妈？我妈妈。讲阿家话，阿妈妈是讲真个阿家，一讲讲变成爱讲阿家个妈妈讲个耳啊。日本族谱，日本文史课的美国变作佛教帝都无言无理的人物，每本记的老唔记得的合法，重新讲人都做来。文史课讲，一个人故故事事的关爱，一发知道家族的重要。古所见的当初前的老后生后辈讲，茫茫祖宗业，绝对唔好贴标贴切家的钱。噶老母个啦，俺爸爸是当地啦。哎、欸，爸爸，我发讲，爸爸哦，头摆哦，做太师爷嘞。哦，可以噶，贴贴工厂，贴工厂，贴工厂嘞。哦，真个太头太头家。唔讲，俺就是专门下包个，我嘛，特别亚洲上一场买地方，主动上一场地方。水泥厂。对啊，水泥厂哎，大工程是吧？台工厂。全部你做哎呀。俺都要动招标哎。招标。俺都要专门俺都包个工厂做。古叔头摆。俺都冇做，俩都试验来啦。全部做。包工厂。那个中国石油公司的，从前我爸爸从阿老阿讲，去做吼，地板上个相片地板看吼，个最有名的嘛，三门水库。哦，三门水库。嘿，三门水库。哦。该帮你，该帮你做呀。该帮人去做啊。嘿。哇，爆下来。该你跳拜真劲，你遐跳拜郭台铭嘞，吼。哇，真劲，无简单嘞。木料该买了，相信能不能打电话公安讲，俺在想到很美诈骗集团的。哎呀，那个朋友在讲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要找你一起去晨跑的呀。来讲讲，苏武曾经被谁欺负？因为汉朝哎哈，汉朝之后。你记得哦，韩老板，我帮你复习一下，他是被海欺负，因为苏武哦，牧羊被海贬。那你做呀？该该人去做啊！哇，爆下来！该你跳拜真劲，你遐跳拜郭台铭嘞，吼！哇，真个无简单嘞。不过二买，我头三买就本二买，介绍要该台泥捞亚泥吼，公司派我头三多该派我先生多该诶印尼嘞，该做做就跳诉讼代言的吼。4公里，做2年。因为我蛇时节吼，到个因阿妹阿金姐家啊，开始买阿金姐啊，爸爸有熟识嘛？哦，有。有呐。伊家落一时带来隔壁，啊，我去做铁工厂，个五站了有无？可是我哦，跳板嘿啊，哎呀，哦，去跳板，哎，我都会踢啦。哦，你去。后背是买不起，哦，冇办法啦，对呀，我们也办不了的，就的事业有人有高低起伏嘛，一天冇办法，要买车啦，要爬起来最重要，再个爬起来，要爬起来就最重要。噶爸爸，噶你头摆做生意做安泰啊，压力一定动太重，哦，轻太咯，一天吼，一天呐，噶有你身体有嘛噶有唔好的时间嘛。如果你阿爸好在温世凯，我阿爸点着嘞。啊，真啊，哪个事情？妈妈身上来讲，我用爸爸创业，哎，胸腹里头就觉得感觉胸闷呐，胸闷。我讲，该就问医生看嘛，伊讲唔是啊，唔是，伊是阿勇讲。然后其实摔木摔摔以后，然后我妈妈就讲，哎，爸爸一下子讲起两血压奇怪动态。60多天，吓一下！哇，平常时因老人家应该是高血压会痛嘞，所以伊家己当了，而且有礼拜啊，你啊咯，他讲做唔得，他讲喊因阿落去本医生看，然后伊讲唔是，他讲做唔得是硬透机器，容易易人嘞呐。哦。然后你去做哪样，即冇做哪样嘞，你吓死你！哎，做真件。真件系复制练习，每人者运势可以当有效。特礼拜都会转竹筒萝卜来看牙爱，漳州的九转不平的阿爸，文师开讲啊，也是文武的老祖公有保佑。经过牙签事情，文师开寒卡感受到家族强健的重要，咪寒卡真相老屋客人强下的时光。文师开的李友芳的神手，咪本期变作文武前台的骄傲。
老总统对谈呢？哦，那平常时叫平常人，蛮无法度的。那总统酒店已经用几笔黑下，做下都很去做下东西。做的被总统酒店，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品，我们该猜。应该是跟幕僚有名的人呢。幕僚跟买了虾仁，能不能打电话公安先？俺在想到很咩诈骗集团呢？哎呀，总统在那边，哎呀，总统，你要找你一起去晨跑呀？对啊，来想到个基本咩啊？个总统哈，其他平常时出来讲，谈爱讲这个东西，尤其是讲希望大家是讲种正面的放血去看，当到谈东西啦。那个希望在后生的朋友多出去莫管看看，所以就你的机会是讲先到爱，讲到大家讲你的东西。不错，对，客家后生人真硬，冇见得。客家人有名，同时钱太容易。也真见是客家职工啊，经过百年的年代。我是可以收到总统的收件，分享旅游的心得。行个亚拜飞探是喺假日台湾北国勉强的重要关键哦。现在投入的关心，我是可以从沿的世界各国旅游，搭配旅行过后，就会转到亲温暖的木卡。既是出发点，是高层，咪是终点。虽然温和的老夫房已经无彩嘅，不过中意的旅游专家，我是可以爱加法幸福。小嘅竹洞千有名嘅火房，喺啲你上到要来个人家竹洞，你去人家行一件棚屋，哎错，来到竹洞四大家，人家棚屋到台阶，我底下同你还有一件好得你买，你看国小国中嘅通学，它也是我们竹洞里面的最大的那个武功堂享受的，享受的。嘿，我讲哦，平常时记得已经摸不赢看的啊，因为伊因为你的关系啊，看到冇？谢绝参观，根本真紧吼，哎，你客家人有名，从才有发图来看到了地方。我而家读美术的啊，美术的吼，从我看到去搿度雕梁画栋的时候，我发觉到，哦啊哦，唔对啊，因他千百六千百里都有该买嘞，该贡啊。真经厉害到街边呢，好歹记得要留去保存下来啊！吼，所以我去到街边铁道，我想到的是慢慢的看，慢慢的欣赏，去加罗祖先的搿种的搿秘术，好，十个老师，我让我朋友写些搿个童年回忆到街边呢，当真是。木工桶，哇，哎，真有奖呢，亚天宝。我写些吼，让我通过到李伟登聊，他讲讲写些亲戚到底亲戚冇改变当多，所以表示讲你舒服嘅烟草啊吼，佮他当就先做改变当保存。哦，你写时嘅材料不是亲戚，搞是安样诶？差不多是冇变，方便啦，什么你也想到不会啦吼，佮是很好食。哦，哦，看到你泰国，泰国你好，哦，因客家天师的客家人有名头，有？属泰国吼，嘿，哦。爱通好系几个咪糖纸啊？切得啦，切得，嘿嘿嘿。哦，你要不要落个公堂啊？有几多年的历史？民国吼，十三年的些是起火的，民国是该东西的，咩按到民国哦。哦，按到大镇，大镇，哦大镇，台湾哦，你不能死脱，你不能死脱呀。嘿，来推主啊吼，道光年间来，都系永定县了，闽西啊。哦，七七古老的时节啦，都南寮上路啦。哦，南寮，南寮该不落落落落南寮上路的，上到陆地，这都不用拎了，嘿，可是生发的，嘿，哦，生发就很辛苦啊，我们打拼做唔得啦。苏武老祖公来台湾过后，十万块钱，存到铁三台，累积了千丰富的家产，还有土地，古所就起个安排厂的武功堂，公司是四台的三百元来起。第一方面，一线前几年推呀，武功堂做的讲是太同步地图的太同步，每对呀可能存数步，公司的竹洞的好公建。四五度量哈，大概占地1500平了。哦，你要谨慎。多护龙哦，一般是只有一单护龙啦。错。那你要三道，有三道。哇，按胎哦。有三道，所以最后一道那个是专门放谷仓的。哦，不用密耶。谷仓哈，以前是这样量哈，周围啊全部是田呐，全部是田，对吧？那时候都是我们的土地啊。那都量一些体积台来讲哈，量是民国十三年起河啊，量105年呐，经过30年的意思啊，几乎台湾的一个三合院啊，佛光屋啊，
经过三台之后做的维持也冇多难得难得。哎，像你爱用维持暗号的，真见东西有看得到诶。啊，就暗号的素材啊，冇感情，因你祖先就唔得咯。你看啦，你落来问的时节啦，其实日本开始后，大家问啦，佮结尺寸吼，从脚步发到起的。哦。皮头问的时候，结尺寸好细。中的体又好排掉，那就很难发。哦，你讲一提鞋鞋哈，热热就过了，热热就过，啊，热热就过哈。所以东西就穿的些长的师傅哦，你要削掉，长削掉，要全部抬掉过来，抬掉，抬掉，抬掉，当当当当上过来，抬掉上过来哈。木材该都轻度全部抬掉落来啦，雕梁画栋的，你看，嘛啥雕的啊？这样吼，邱正邦你当袂用命的，有诶有诶，你做嘛？你按一秒。你底下将军等就命的彩绘画，青色、黑色彩绘画，连晕了吼，晕晕的吼，你真强。你真够懂强诶，你看。你见武器鱼都是阮将脚诶，你客家人诶吼，传统的鱼吼，所以这些雕花该都吼，上辈好吃。你遐是来到台湾那些东。在面前呐，上将腰的显瘦的，才知道显瘦显浓哎，显瘦显重。哎，有看到没有？相熟是木工桶，错冇？嘿，木工桶吼，食材吼，都给各位就是我个台六的吼，西安啦，西安下一站就武功县啦。武功县是我个苏联州起家的，特别呀。哦。好，所以苏联州最好不要结婚。你看温琼哈，温琼八家名表哈上贴了哈，也是你中国人了哈。唐宋八大法家了哈，苏轼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咱中间的苏的祖先，对，咱的祖先了哈，苏东坡也其中了哈。哦，所以苏大哥刚看一下，大概温琼哈八家哈，该上贴是人家该买苏洵、苏轼、苏辙哈，所以。十个月后，你也买结气，该汗湿，哎，循环，哎，你所以你也该舒服了，舒服意思，舒服意思，所以文武哎，平冲是超，希望子孙超年奉向来努力，努力达标哈，但是有武功通，呀呀呀，他一定要苏武曾经被谁欺负，你知道吗？汉朝哎哈，汉朝之后，躲在北海放牧哈。但是你看，你看历史哈，暗旧的啦。你记得哈，阿浪哥，我帮你复习一下，他是被海欺负，因为苏武牧羊被海贬。哦，哇，共神奇啦，哇，真劲啊！千学千学，一下真劲上都会被害哟，很冷呢。用文学忠诚实际来勉励后退子孙，有看到的铜壁、耐索、壁画含有提示，奇才此言，用石探牙，故说就看得出苏武虽然是精致的太火火，不过石法当简单，子孙亲身忙，由后退子孙就免去挑摆装备做生意的时间，请当年来祝福，没有当到缺失的来本事，苏武都一粒一粒送本纪事物。每只只救治穷苦人，行善积德，难怪会有安尼的好福报。拜奉台武功堂，爱烧嘅竹筒四太名物，用做的烧台签名一件哦。文斯可以签来嘅建筑太史，爱为烧中来烧嘅一言东篱嘅感悟博海堂。哦，来先生啊，你讲，该你用你用会出自己咯。我先讲，你咋？人生是样当生是，世界当世就该样啦。我不看，你去过码头啊？三千年前，阿布卡在起的时候，大家讲啊哦，阿布卡暗波暗将在改变呢，马上设计，现代，来信上设计啦，应该设计房子哦，室内设计，很厉害哦。一个特殊的物件，是用花，吼，用花用台湾切吼，花架该传了，就是假砖，压架量的真给力哦，你发出来哦。后摆哦，做了技术全部做婚姻，做品质润剂。青年班哦，但我啊，后摆了婚姻讲皮下有孬啊。系啊。你要不要出自己了？我先讲，你咋？人生是样当生是，世界当世就该样啦。我不看，你去过码头啊？
30年前，俺屋卡在写的时候，大家讲啊，哦，俺屋卡按波按酱在改变呢，马上设计，现代，来信上设计啦，你们设设计房子哦，设计，室内设计，很厉害哦。那特别还做会计，搞会做会计搞会计，啊，波没做设计，土公刚有只字啊。哦，土公你特别牛，来不看，自己设计，其他设计，你行土来都要提防，啊，看到有合作，真紧哦。开个了看一下，哦，很强哦，不要不要来设计哦，我要投水哦。阿兄，你要设计了，哎，不要有水哦。后来东中街卧虎藏龙。有墙啊！开场景呢，东小坤的 l o 有二层楼哎，两千呢。业主虽然才18世纪哈，是来到了开机了哈，但是开机呢，没办法他，还到19世纪哈，你不能来之后哈，你要叫那甘肥南的哈，直接甘肥南讲了哈，其实到日本时代是你汉字啦，汉字哈，其实为哈玉藏老友，叫的玉藏老友，所以日本人家20大战嘛哈，长篇20大战，所以总统也是搭钱啊，还是一直开机，是赚到钱，啊赚到钱，将个总统有买卖有冇，去泰六买，啊中国泰六买，买时呢是压仓时啊，该空手的赚了嘛哈，是在青岛杀股了，空手呢哈，还是去聊天，不过呢兄弟啊，多呢有冇哈，要是要红包的，可能有马杀。哦，油麻石啊！哦，两记，哦，佮很老的哦，很老的啊，哦，较强，哎，很多嘞，较好炒，兄弟啊，吼，他现在吼，伊个花岗石有冇？花岗石，嘿，伊家嘞看硬，都冇法度参丝，油麻石嘞是看软吼，看软，嘿，做得参丝，哎，伊家剪吼，直接铁树啊，迄马盖，嘿，像新竹县来讲啊。一张的有两张的在落魄哈，其他就自己。甘博博海棠，起个时间比武功棠较早一点的，在1913年起好的。正堂两层楼是传统的形式，单层的房屋和假的石室严重肥落。另外一边内转墙挪背和各位一层石灰，唔但像起了有气色的主风色，还作为巧妙的设计哦。伊个特殊诶嘛，个物件，是用花，吼，用花用台湾漆吼，花架在砖里头，哦，这是假的砖，嘿，压架量不真滴嘞哦，引发出来哦，像好像一颗砖一颗砖，像扁砖了诶，哦，诶，真滴哦，俩真滴诶，两个特殊诶，咚咚贴片嘞，不会烫现在现实咚贴片，就本人咧做系竹筒西太名物。敢无咩留其他体格出强勇，希望竹筒开天成功，上位飞开天峰，草桥铺路。其中起个东南桥，咪起个体格讲系广雅茶田嘅小广田，变做琴片茶嘅茶头，体格见陈述。虽然讲一下东南桥是做得伫桥下看到桥墩，唔过头摆带通天峰发展嘅公路，出得体格懊恼。离开嘅竹筒，因为去到强烈嘅治疗部。粉丝开讲，也代表咩系亲友特色嘅新竹景点哦。俺了位系因为俺系祖先，出了位味道了位所，啊，所以规矩了无全部系上流诶，全部上流诶，唔单单讲系上流诶，因为俺系祖先系一对公婆，上下六代兄弟，所以咧六兄弟就分到六台方，所以咧全部喺度有血脉嘅关系。哦，都六胎六房，分出去诶，条脉是真嘅，系啊。从咧阿娘去传，传过来。刘太哥讲，老祖公对广东药片高开擂台，老太天祖兼功夫嘅强武，劈天来讲赚到钱。流传老公太在个老强武埋下治疗武嘅土地，现在也种那上到东江，虽然迁就，东合适发展组织，故所就用刘崇苗来做上好，开始嚟组织嘅事业。你还蛮该治呢，你要是诶，俺特快做为治，是原因啊。但是你要治特快做是好抬脚，强的啊，哎，打多点按抬脚，啊，去做就强的按抬脚，按开肿哦。哎，老师啊，你要看一场啊，听白个，诶那个少个经验值啊，吼，动上强诶。你要是特快哦，做了技术诶，全部做原因。
做金子、银子，啊，伊种诶，所以跳来中南几公几系，个个做金子、银子诶。翻译题，嗯，没错，你全部会留喺了位米咧煮，后加味，一样加工。真嘅，你为咩买咁多嘢？买啲嘢你做诶，是啥？买你做诶，开哦。哦，加青叶班哦，加我哦。啊，跳翻了位，你讲提下油囊啊？系啊，诶，青叶班是太搞恶劣了，买了简直是都要提下油囊。我嘛听过讲，因为日本师台，因为其他介时候，介政府咪因介少年纪啦，所以应该是要用开始去慢慢试。唔係錯，誒是日本時代叫方面化治土，禁止台灣人百姓，總的百姓係是小禁止小禁止，總的總的咧即是冇做咧咩，做冇因冇因愛咧，咁冇實力，想想當先休息咯，係啊。鬼下是，哎，鬼下是歇困嘞，摸条路嘞。哎呦，哎，今尾土耳来是最初啊，除了老吉拉讲，哎那里金元节吼，发言是独立为难的。再过来说嘛，因为那刘屋啦，刘屋该佛方吼，一定要去看一下，去看。你出来可以看冇？好，我喺土耳上挨到哦，两百几十年做一个那个位数。治疗无三面秋黑山，六村路派下六方子孙，只有提示。托给平的神牌来祈福，到今已经有170年嘞。行在强悠悠的西路上，顺着家的上去，刘太哥爱带人去当过210年亲戚街坊的老伯，要去刘伯公堂来参观。哦，哎，200年的老伯，老伯公堂，哦，第一娘风飞的人啊，去到那位啊，是讲那位非常好的个体力。首先用左片咧用土枪啊，斧片有咧就是剑片，所以咧你咧防非非常好，咧回收非常好。所以人们伊咪讲，200年来吼，伊咪产下的还有1000人杀。嗯嗯。啊，古宋人同好会嘛？同好。其实原来是全部是唐香汤啦。哦。唐香汤挨啲打是打田禄六房。田禄六房。哦，哎，真见哦，有机会到那地方，看到了吼，基本上突然就要出动。嗯，本来都说死了哦，四大家族从哪四大家？像素哎，像素有冇个头？武功堂啦，武功堂，武功堂，还有哪？哎，还像冇个？还有像干嘞，像干嘞，冇个头。渤海堂啊，哎，渤海堂。你想问呢？是你哎，海燕通啊，海燕通，还有哎，那叫做响溜哎，溜太多，而且喵拼嘞，喵拼嘞，哎，喵拼的天禄。对，因搭佮竹洞前吼，因搭里头洞洞嘛，又佮其他的像因搭像树屋的啦吼，因搭像干屋的，还有像溜屋的吼，像胖屋的，像里头吼，爱地多少哦，不过唔会敢了解，好得见闻的啦吼，佮小众土爱去，还有呢，爱本身地多东西。法国多，因搭里头该买师傅啊，吼线上吼，来因搭讲，才发觉恍然大悟讲，哦，忙地吼莫白当当人讲的东西，老去本身的东西，还会多多少少有点莫恐慌的地位呢啦。石老观众烧嘅田禄刘房，系对刘乡来嘅，刘的客家系太乡，有名人典故当多，但抢的资料无看到位，还是嘅部分听听哦。然后还会为大家做闲卡多嘅烧嘅。今日整件千欢喜运势开，带着俺大家用休闲娱乐的方式来感受得着种子火凤的奖，来听老祖公的创业故事，来陪后生人重新认识老祖公的神秘智慧。观众朋友，你两年做的内转足动，比自家安排老头伯望向右的强送礼行哦。